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佛说阿弥陀经大意。尊敬的诸位同修、诸位护法，大家早上吉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来学习佛说阿弥陀经大意。在这个地方，首先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也感谢大家经过这个网络啊视频共修，给我这个机会啊，来跟大家学习。人非啊圣贤，殊能无过。我们不是圣人，但是我们进一步，就是往前啊，认真来修学啊，希望我们能够啊，成就的一天，最主要的，这一生能够亲近阿弥陀佛，将来生西方极乐净土。啊，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经《佛说阿弥陀经》的教诲。啊，那在这个地方啊，想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报告。我们如果真正修净土的，修学大乘佛法的，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啊，而且这个特别重要的，在学习当中啊，我们一定要务必把我们的自私自利啊，要好好的放下，不然的话你怎么修，只要我们还有这个念头，那我们的菩提道上就很难进步。这桩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只要你还有一丝毫有这个念头，存着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不管你怎么样的努力修行，都是寸步难行的，而且原地踏步，从来没有向外迈出一步啊。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懂得哦，所以这个自私自利啊，真的害人害己，
所以你想要有成就，在修学当中，特别是对于我们念这一句名号的，那你的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一定要放下，不放下，那就浪费时间了。所以为什么现在的人在外面被人家批评啊，我们啊佛学佛的同修啊，没有做一个出的好样子，像我常常遇到啊这些事情啊，人家来诉苦啊，这个好像很用功很念佛，但是的行为言语造作没有做一个好样子出来，人家批评的是谁？不是我们啊，是佛教啊。这个事情我常常遇到的，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我们这一段时间在这边共修，我每一次在共修在讲解之前，我会先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报告，提醒我们自己，只要我们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还在，搞这些名闻利养的存在，哪怕是你今天很努力很用功很静静的，不会帮助我们的。所以这个头一个念头我们一定要好好去思考，我这一段时间的修学，我的行为，我的言语，我的造作，有没有像阿弥陀佛一样，我们的心、我们的愿、我们的行，有没有跟阿弥陀佛一致，同心同德？那如果没有的话，赶快反省，将来才会有成就嘛。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听经？听经都是为了帮助什么？你想要开智慧，没有别的路，多听经。所谓啊，听经都是听这些圣贤的教诲，帮助我们断烦恼开智慧。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一生49年每一天8个钟头都在讲经，晚上10点睡觉，凌晨2点起床，几个小时啊？4个小时。哎，我们还算不错，一天至少8个钟头。啊，中午累还补一下觉。哦，以前哪有这个样子啊？你看今天我们看到一些人外面听经的人太好命啊，过去的人听经是坐是站着啊，而是跪着的这样的求法，你看现在的人坐着听经，有时候坐在沙发，躺着床上，拿一个咖啡再加上饼干，我说甚至于一边吃饭一边听经，一边拿手机一边听经，有没有在专心？根本都没有。听经有没有得利益？根本都没有的。我一般听经半个钟头也好，我什么都放下，把我的集中精神在听经当中，听一遍听两遍听三遍，慢慢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开智慧断烦恼，你的心就静下来，心一静下来烦恼减少了嘛。
我们为什么会有烦恼？心浮气躁，所以我们听经少，所以习气多。如果你听经集中在听经，就是等于佛菩萨为我们的教诲，你说你的习气能不能减少？你的烦恼能不能减少？当然会啊。所以现在的人啊，就是太麻烦了。哦，特别现代。哦，你跟他讲这些佛法，你说，哎呀，这些我都是懂。啊，做得到吗？做不到。哦，所以借这个地方，我一定要提醒，真的，释迦牟尼佛过去八个钟头，从来没有断续的。49年如一日啊，每一天就是这个样子的。到他老人家要入涅槃的那一刻，他还不放弃，还在讲经。你说呢？如果听经不重要的话，释迦牟尼佛无量劫以来所修学的，为什么要为我们这样做？一天呢，八个钟头哎，哦，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头一条，头一次，啊，必须要把自私自利、名闻利养，把它淡化。啊，第二段啊，第二件事是什么？就是把我们的贪欲，把我们的嗔恚，把我们的愚痴能够放下，那个最好的。如果做不到怎么办呢？师父，你把它淡化，不再有控制的心态，不再有占有的心态，你把你的心慢慢的向着什么清净的心这个方向啊去走，你将来会成就的。哎，哦，记得不能有控制那种心态，你我要控制你，哦，我每天来控制你啊，来跟你计较，啊，这种的心态啊，我们尽量要放下，哪怕是很难，你能够把它淡化。减少占有的心态，占便宜的心态，我们必须把它除掉。不然的话，真的，我们念佛念了一辈子，能不能成就，那就很难，那就是很可惜了。所以我常常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好样子给人家看，不要给一个让人家对我们佛教一种想法，一种迷信。哦，那你这样的做，那功德无量。所以我最近啊，常常啊，睡觉之前啊，常常问一个问题：人呢，为什么生活这么辛苦啊？人为什么这么烦恼呢？恐惧、害怕、忧虑，而且每一天的烦恼不但没有减少，而且每一天的增长，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呢？啊，我每天在想这种事情啊，那人为什么生活这么辛苦？每一天那种很忧虑、烦恼那一种，什么原因？哎，你看我每天呢想，后来找到一个答案。我们为什么要恐惧、害怕、啊、烦恼、生活啊，哎，不自在？什么原因呢？对一切法、对一切物，牵挂太多了。
放不下的东西呀，太多，看不破，放不下。有时候遇到境界的时候，比任何人更执着，舍不得嘛。所以你的生活会感觉很压力，牵挂太多了。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迷。为什么人会生活很快乐？因为他觉悟了。为什么人生活很痛苦？因为他迷了。所以你看，区别这么大，只是一念之间而已。你觉悟了，你的前途是一片的光明；你迷了，你的前途是一片的黑暗。所以看看我们的心，哦，所以的区别这么大，真的啊！像我以前小的时候，大概9岁、10岁的时候，我常常问我的母亲：“妈妈，为什么天上会下雨啊？”看到邻居人家亡身，哎，妈妈，为什么人会死？看到人家邻居吵架，妈妈，为什么会人家吵架？母亲都不会给我一个那种让我很满意的解答，通通推给谁？那都是老天爷安排的啦。啊，这个天上会下雨都是老天爷的事，人家会死都是老天爷的安排。人家的吵架不要管人家的事啊，就是这个问题啊，所以没有找到这个答案的，所以学佛之后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从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释迦牟尼佛从多率天到印度，生在一个帝王之家，你想一想，享受荣华富贵，他老人家为什么放弃选择修苦行，日中一时，山移一波，树下一树，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要为了度众生。所以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今天为什么我们修行会有退步啊？进得很少，退得很多，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你看诸佛菩萨从来没有放弃的，想尽办法来帮助一切众生，尽虚空变法界，不舍一人，想尽办法来帮助，哪怕是这些众生对他的伤害毁谤侮辱，甚至于要来伤害他的命，他的生命，他从来都不放弃的，是什么力量？我最近在想我们为什么会退步？退步在哪里？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呢？我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分享。因为我们的慈悲心不够，那种爱的心没有培养的加强，所以容易退步。所以诸佛菩萨为什么，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们有这样的，就是因为他的本怀，他的本怀建立在哪里？以慈悲为本，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有慈悲的人，他会跟人家发脾气吗？不会的，都是很温和的。有慈悲的人啊，你看那些佛菩萨、观世音菩萨，哪有说在发脾气？没有你去读《无量寿经》，哪一部经释迦牟尼佛在发脾气啊？没有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容易退步？
那种慈悲心没有发出来。所以出发心很重要，这个出发心从哪里建立的？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的用意在哪里？以慈悲为本。这个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们会容易退转？你的慈悲心，如果今天你的慈悲心非常强，那就不得了了。哦，你看过去4000年前，那个最出名的，大家都知道，唐尧帝君虞舜大禹，不管有多困难、有多难，你看他们这个三位的表扬。你看他们的德行，你看他们的修养，以天下为主啊，以天下为家，这个是什么心态？就是你的心态的慈悲那种心态。像阿弥陀佛，为什么要建立西方极乐世界？为谁而建的？为十方一切众生而建的。而建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而本怀的建立在哪里？慈悲心。那如果慈悲心呢、能够啊以慈悲心来对待呢，你还会跟人家计较吗？不可能的事啊，还跟人家斤斤执着、斤斤计较吗？不会的，他不会有这样的。所以慈悲里面，你才能够把你的智慧开发出来。这个智慧要从哪里来得到的？依我的经验，一定要听经，多听经，听经烦恼少了，烦恼轻了，你的智慧就长了嘛。所以啊，福慧双修，慈悲跟智慧，它是一不是二。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要好好去思考。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来讲讲这个道理？没有别的，就是为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希望大家好好的用功，好好的修学，做一个好样子给人家看。学佛是很法喜的，看到人的脸，笑容。欢喜法喜，看到你这样的人家，你不要劝他来念佛，我告诉你他会乖乖的跟着你念佛了。今天每天做那一些违背经教里面的一些教诲，你不要说劝人家来念佛，人家看到你福建话讲多短福建话讲的多短去，就是这个道理啊！人家看到你算了算了。这个啊，我希望大家这个我们一定要好好知道哦。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那就功德无量。所以啊，希望大家以随喜妙用，妙在哪里？妙在随喜功德啊。只要你能够放下，从心上去放下，不要以这个事从心，在世上呢，我们都是跟人家一般一样，该做事的做事，该吃饭的吃饭，佛菩萨来到这个世间都是这个样子的，视线什么呢？从心开始，你要从你的心慢慢的放下，你能够放下一分。你的烦恼就减少一分，你的压力就减少一分，你能够放下五分，你的烦恼、你的压力、你的忧虑就能够减少五分。那你就放下圆满了，那你就得大自在了，而且这个自在你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了，那就不得了了。这个境界那就很高了。
希望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个第八位佛的弟子。那佛这个弟子啊，这个随身大弟子啊，就是难陀尊者。难陀尊者的出家因缘呢，上一次已经跟大家做简单报告了。那现在啊，又来特别介绍难陀的专长。这个难陀是谁呀？他在佛弟子当中，大家都称为他什么？而且他跟释迦牟尼佛的关系是什么关系？这一次啊，要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难陀尊者呢，跟释迦牟尼佛是什么关系呀？兄弟。是胞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亲弟弟。你看哦，释迦牟尼佛是老大。度他的弟弟去出家。像我师父有两个兄弟，他出家后度他的弟弟出家，他两个出家。他妈妈刚开始好难受，两个儿子通通出家了。没想到后来妈妈接受了。既然这个是你的使命，那你就好好为大众服务。我师父真的两个兄弟出家。所以这个难陀尊者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亲弟弟。而且呢，在佛弟子当中，这个难陀大家都称为他什么？称为他什么呢？像舍利佛是智慧第一，目犍连是神通第一，那难陀尊者呢，在佛这个弟子当中，大家都称赞他什么？什么呢？师父这种事情呢，对我来讲不重要，但是这个很重要。难陀尊者是什么呢？就是威仪的仪，仪容声妙第一啊。为什么呢？因为难陀尊者他真的不是一般人。你看他长得很有庄严很有威仪，而且他的声音很美妙，很好听。在佛学，在佛弟子当中，大家对他的赞叹，对他的赞美，所以称为他叫做仪容声妙第一。他的相貌，长得很好看。我们一般讲帅哥一个了，不仅仅帅哥声音又很好听很迷人你看那些歌迷为什么会歌迷因为他长得很帅声音又很好听歌迷嘛像师父以前还没出家很喜欢听谁的那个唱歌呢邓丽君这个邓丽君师父好喜欢听好喜欢听他的歌没想到一往生了心里好难受失去了这个歌迷你看我们的偶像那种走了我心里好难受我大概两个星期好难受叫歌迷了嘛就迷了被这些人迷了迷了团团转又跑到台湾到这个台北专门看这个邓丽君的坟墓歌迷这个很麻烦
哦，那个，那你们有没有去过台北啊？那个往那个法鼓山那条线那去走，啊，那个地方啊，就能叫台湾的一种那个一个很好的封地，专门啊，就是人家买这个往生之后啊，埋在那边，啊，很漂亮啊一个地方，歌迷啊，好，哎。难陀尊者就是有这种的能力啊，那个福报很大哎，不仅仅有这样的，而且哦，生在帝王之家，你想一想，那不是一般人呢。而最难得的，在这个难陀，在生活里面的他的品德，他的德性，值得人家敬仰的。我们很多人在这个社会上，你看，那长得很帅哦，很好看哦，声音又很好，他的品德好不好？他的德行好不好？不一定好哎。甚至有时候目中无人，共高我慢，看不起人家的，这种人太多，这一类的人太多了。所以德行很重要，最大的特点在这个难陀本身是什么呢？谦虚啊，那谦虚，哎，他的德行就是这个，人家怎么赞叹他啊？谦虚，人家哦来赞叹他，谦虚，从来没有功高我慢的，不像我们呢，哎，被人家赞叹一两句。我那个整个人就不一样了，哦，所以啊，前几天有一位年轻人打电话，师傅啊，我们能不能到你那边跟你聊聊天、讲讲话？我说行啊，可以啊，就过来吧。啊，如果讲是非人我，那个要打住，啊，对我来说啊，这不重要。啊！但是你有问佛法，我可以跟你说明。问我一件事，啊，聊到最后，他说：“师傅，啊，我这一生啊，最大的希望啊，能够娶了一个，哎，长得很美啊，长得怎么样的？我告诉你哦，你要建立幸福一个家庭，如果着重在外表。”你永远会活得很痛苦的。建立一个家庭的幸福、快乐的美满人生，如果建立在外表的话呢，你永远呢会随着这个环境的痛苦。但是如果着重在德行，那你永远就是幸福快乐的。为什么？因为外表都是假的嘛。你说她很漂亮，10年后、20年后。她还漂亮吗？长得漂亮吗？哎，不会了嘛！你看哪一个人呢、啊？年18岁的，有没有？有没有啊？你看你们10年前跟20年前，现在比一下是怎么样的？变化了无常嘛！你说美，美在哪里呀、啊？到最后还变成老太婆都是一样的。假的啦，这假象的不是你这个假的，干嘛去追求呢？啊，再过几年，人不但老了，最后呢，什么呢？变成一堆骨头了吗？这骨头变成做这个样子，你说漂亮在哪里呢？你说帅在哪里呢？所以呀、啊，告诉大家，外面都是假的啦。不要太认真呐、啊，你明白吗？真的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不管逆境也好，顺境也罢，那都是假的。干嘛不要太认真？太认真哦，自己哦，给自己痛苦啊，没必要。所以我刚才讲，随喜功德，随缘而妙用。哦，不要太认真，好的来。也好，
不好的来也罢，对我来说一句阿弥陀佛。人啊，要着重在德行，一个人能够懂得感恩知足，才能够带来幸福。啊，如果没有知足，不懂得感恩，你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环境生活，你的过的生活啊，都是很痛苦的。哦，所以这个事情呢，为什么难陀有这样的果报？为什么他这一生感召这么殊胜的果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前世的因而所感召来的。所谓的欲知前世因，今生受得是；欲知来世果，今生做的事。你今生受到什么样的果报，就是跟你过去生所种的因跑不了了。所以你希望你将来的果报好，你就把活在当下的因种得好，你才能够获得好的果报。你看你们生在澳洲好不好？很好哎，空气又好，什么都方便。你看看那些非洲的国家，有一些国家哦，不要说吃饭，连水都没办法喝，喝什么呢？你没有看过吗？你看那些非洲的国家，很多哦，连水要喝水都很难哦，喝什么呢？喝马尿哎。哎，真的哎，像我们的道场，还没疫情之前，每两年哦，最慢每两年，有时候一年哦，会到非洲做什么呢？做那个是医疗，帮助人家那些生病的一些，给他们布施药，啊，布施一些需要的东西，都混过去的。我们的佛堂还有几个佛堂团体集合一起去做这个，能够帮助嘛就帮助别人啊。所以有时候把钱省用一点，能够省的就省，剩下来去做什么？去帮助那一些人，你去供养去布施嘛。哦，所以不要放在太久啊，你以后走了你也用不了，但是今天我们积功累德，你拿去布施去供养去帮助别人，哪怕是有多少，将来都是你的。像师父今天讲经跟大家学习报告，我用我的时间用我的精神来供养，那一种布施嘛。哦，所以很多地方你看，很多国家在打仗，生活很辛苦，恐惧害怕。我们在澳洲生活有多好？很好哎。所以啊，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一言一着莫非前定嘛。你说到什么样的果报，就是你过去中所种的什么样的因。就是因为难陀尊者前世种的这样的好的因缘，所以今生受到这么殊胜的果报，所谓的因果通三世。哦，所以一定要小心，你要将来哪怕是十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你今生你就当下你必须要把好好的种的因种下去，将来十年后、二十年后，你会感受感召好的果报来。哪怕是将来哦，你过去所造的业，而且这个业很大，因为你不断的去断恶修善，慢慢这些本来啊，我们要受这样的果报，因为你不断的在去行善，去断恶修善，你这些的果报将来会化解了。哦，所以这个难陀尊者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那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度难陀他的弟弟出家呢？是什么原因呢？不仅仅难陀他自己的弟弟哦，连释迦牟尼佛的儿子是谁啊？罗侯罗尊者也出家耶。不仅仅罗侯罗尊者出家哦，罗侯罗尊者出家几岁啊？几岁出家？九岁出家，不久正果啊。所以在16位1255人，这些随身弟子最年轻的是谁？罗侯罗尊者。而在罗侯罗尊者在这一部经的表法是什么，下面会跟大家说明啊，很精彩耶，小孩子耶，代表什么呢？哦，不仅仅罗侯罗尊者，连罗侯罗的母亲是谁？啊，耶稣陀罗啊，耶稣陀罗最后也是出家。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度他们出家呢？这个很深的道理，而且内容的意义很深，下面会跟大家说明为什么要度他出家。所以有一些人法师啊，为什么要出家？他有出家的因缘。所以我们看到出家人一定要恭敬他，有修没有修是他的事情，但是他能够保持这个袈裟，我们必须要恭敬他。哦，不要看他的外表，那不仅仅哦，释迦牟尼佛的儿子，还有释迦牟尼佛的太太，还有释迦牟尼佛的弟弟，连他的父亲是谁呀？净饭王啊，虽然没有出家，但是净饭王的修行的成果非常的殊胜。为什么？因为他临终的时候是什么呢？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最后啊，他的父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因缘非常的殊胜呢。所以你要度你的母亲啊，尽孝道，那最好是什么呢？劝父母往生西方净土，因为去西方极乐世界等于了生死出三界，他不会再受苦，而且一生成佛，你看多好哎！这个就是什么？释迦牟尼佛尽孝道啊，不但度他的父亲净饭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连释迦牟尼佛的阿姨，就是他的母亲的姐姐，哦，你看释迦牟尼佛的阿姨哦，因为释迦牟尼佛的母亲生他出来以后一个星期他就往生了，生到哪里？到利天。所以释迦牟尼佛小时候谁才由谁来带大的？就是他的阿姨，连他的阿姨后最后呢也是出家。你看这么大的家属哦，通通把他度出家，而且最后3个月之前，哦，释迦牟尼佛还没入涅槃，到哪里讲经说法？那道立天嘛，啊，谁来请他呢？道立天的天主是谁？四体还阴嘛，啊，这弥陀经下面我有讲了嘛，哎，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玉皇大帝，西方国家讲就上帝，啊，四体还阴来请法，请释迦牟尼佛到道立天，为什么？为母说法。你看释迦牟尼佛的见孝道值得我们来榜样，做得非常的完美，让家属得到的究竟圆满得利益，而且真正可以永远了脱生死的轮回。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对他的家属，对他的亲人的报恩贡献
释迦牟尼佛的做的罪的圆满啊。所以过去啊，这个唐尧啊，对这个尧舜虞舜啊，他说啊，忠孝忠孝啊，难以两全，但是你能够把这个忠孝孝一切人，孝天下，那你的孝那不是一般的孝了。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难陀今天出家的因缘，就是因为释迦牟尼佛会度他们的家属出家的原因，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了生死出三界。那今天我们帮助我们的家属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做一个好榜样，将来他们能够蒙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等于帮助一个人去成佛啊，将来成佛去度无量无边的众生，那你说你的功德有多大？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做法会啊，再过几天我们要做法会，做生死习念啊，你看为什么要回向，哎，给我们的过往的父母啊，家亲眷属，累积姻亲债主。这个回向哦，不要建立一个形式啊，建立在实质。你不要说写这些名字去回向，你的德恨能够做一个好样子出来，你的周围的人，包括那些过往的往生的人，你的家亲眷属都会沾光啊！真的哎，比那个你在那边哦，做一个形式啊，人家做法会哦啊，写一个名字啊，写了一大堆，啊，自己有没有真的去修行？这效果没有那么快，有效，但是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如果今天你真的有修行，你每天不断的去断恶修善，提升自己的修学，真的，你的这些过往的父母，你的累劫阴亲债主，你这些的家亲眷属，你的范围的这些眼睛看不到的，会获得你们的这些的光。哦，所以啊，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这个就是简单啊，为大家介绍佛的大弟子难陀尊者。那第九位是谁呢？阿难。那阿难是谁呢？时间到了啊，我们呢、这个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啊。今天呢、如果有讲不对的地方啊，请大家多多批评，多多指点啊，我们大家都是同参道友啊，在这个地方祝大家啊六时吉祥啊，老实念佛，同生极乐国。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我们来念佛啊。谢谢师父慈悲开示。